后宅一，位于后宅25号民宅右侧菜园内，身高148公分，高起的额头，炯炯有神的双眼，隆起宽大的鼻梁，紧闭而宽阔的嘴唇，胸前佩戴巨大彩球，雕工细腻，尸身遍布弹痕累累，为百姓承受多少外来枪痕攻击，岁月沧桑留下多少历史见证。封师爷日日夜夜坚守岗位，为护卫村庄而兢兢业业，与恩主公陈渊、福德正神同在农历2月2日这天庆生。村民们有感于石师爷的劳苦功高，每年这一天总会以三牲、油面、金箔等贡品前往礼敬膜拜。后宅二，位于后宅10号民宅屋后，身高100公分，坐西北向东南，土眼、大鼻、嘴大，浑身散发出古朴优雅的气息。身后墙上有石敢当，共同抑制无形物不遗余力，并与斑驳的王金城洋楼相映成趣。